O.K.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感谢你。我们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你，全然的相信你，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在你的手上。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听从你所有的指示。神让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这样一位阿巴父神来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平安。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这一段路以后，我们常常回首去看从前的路的时候，神让、啊、我们真的是懊悔。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意孤行，我们觉得啊自己是最重要的，我们把自己放在一切事情的中心。但是，我们从来就忘记了，我们应该把你放在第一位。神啊，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 我们渴望随着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神啊，你就教导我们，你就让我们的心刚硬的心柔软下来，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看我们周遭的人和事，让我们用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世，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神啊，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能够再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再看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每一天在圣经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深切的来思考自己前面的路。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都恭恭敬敬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卷书呢是，啊、呃，这个是猎《列王记》哈，《列王记》所以有好多位王哈，所以我们叫列王啊，有很多位王。那么在《列王记》里面呢，所以它的英文名字叫 Kings 啊，就很有道理啊，是很多位王的故事。OK。 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列王记》里面，我们讲到第十一章哈，我们看一下三十七节哈。先回顾一下三十七节。However, as for you, as for you，至于你呢，I'll take you，我会选你啊，我已经选拣选你了。I'll take you, and you will rule over, rule over，你会统治。OK, all that your heart desires，所有你心里面想要的。OK，随随着你的念。 念想，你觉得你该统治什么？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都可以统治他们。All your heart desires，哈、啊，你的心里随着你的心愿，你想的都可以。You will be king over Israel. You will be king, king over Israel，就是你会是以色列的王，作为以色列的王。Over Israel，就是统治以色列的王啊。这个是神给他的应许。好，我们来看三十八节。 If you do whatever I command you，假如你做任何所有我吩咐你的事情，command 是我命令你，我吩咐你的事情，command whatever I command you，and walk in my ways，你要走在我的福音的正道上面啊，走在福音的正道上。注意是 in my ways，从来就不是 on my ways 啊，这个很重要。呃，我们在呃课后的时候可以来讨论一下 walk。 In my ways，哈，注意这个 walk in my ways，and do what is right in my eyes。而且呢，在我的眼睛里面，我看起来我认为是对的事情，你都做的话，OK。By keeping my statutes and commands，啊，然后你遵循啊，我的戒律，OK，我的所有的律例，我的诫命，你都做照着做、mm hmm. statutes and commands。As David 要像什么一样做到呢？像。 As David, my servant, did, 就像我的仆人大魏,大魏王所做的那个样子。will be with you. 我就一定会与你同在。I will,这个 will I'll be with you. 我一定会跟你同在。will build you a dynasty. 我会为你建立一个朝代, dynasty, 一个朝代, as enduring as the one I built for David. As enduring 就是这个这个朝代会非常这个 enduring 指的是 dynasty 会非常的 enduring 啊，这个 dynasty 这个朝代呢本身是非常会延续的绵延啊更长啊，这个是啊非常的长非常的时间啊非常的长，那么就跟什么一样呢？OK，跟这个呃、啊、enduring 除了指这个呃。啊 坚持指这个非常坚持，非常长。OK，这个绝对会，这个朝代本身就会非常的坚守下去，叫 enduring。As the one I built for David，就像我给大卫王所建立的王朝那样的啊，那样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个呃，会长长久久的意思了哈。Enduring，and I will give Israel to you，而且我会把以色列整个给你。OK，好，所以。 这个是神给他的应许哈，神，所以呢，大卫王，而且会把以色列呢就交到你的手上去，Give Israel to you。好，三十九九节，I will have humble humble David's descendants，我会让什么？ Davis descendant 指的是大胃王的后裔啊，让他们 humble，让他们谦卑下来，让可是这个地方不直接指态度上的谦卑，而是让他们所过的日子上面会卑微下来啊，会卑微下来，也就是说。 通常指一个人 humble 的话，有可能是他的生活上慢慢就比较不如意了哈、啊，就有苦难了，要受患难了。所以是 our humble d a v i s descendants 啊，大卫王的后裔，当然就是指的这个所罗门王后面的子孙了。Because of this，OK，、okay, 因为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OK，因为呢，就是因为所罗门王所所所做的这些事情。 But not forever，但是不会永远上，呃，让所罗门王他们这些哈、啊、会永远受这些苦难，不会永远啊。但是我会让他们慢慢的就是啊，慢慢的下来，慢慢的这个卑微下来。好，四十节，Solomon tried to kill Jeroboam。OK，所以所罗门呢，当时所罗门慢慢已经看出来了，已经感觉出来了，这个是他的后患啊，他的这个外患，所以他准备要杀这个 Jeroboam。 But Jarboin fled, fled to Egypt. 他逃到了，出逃去了埃及了。呃、uh, t o Shishak the king 啊，他去找这个王哈、啊，埃及王叫做 Shishak，他去找他了。And stayed there until Solomon's dead. 他就待在那里，一直等到所罗门王死去为止啊，一直就待在埃及了。好。 S for 啊，S for 每次我们有讲到 S for 就是至于啊，我们前面谈了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那至于什么什么事呢？The other events of Solomon's r a i n o、okay. k 至于其他的事件，events 是指一个一个发生的事件啊。Of Solomon's r a i n 在所罗门王统治之下的还有其他的事件呢。啊啊，加个横杠啊，给你解释一下。All he did 就是他所有做的事情。 And the wisdom he displayed，展示这个 display 是整个展示出来，他展示出来他的有关所有他所做的事情，跟他展示出来的智慧哈、啊。Wisdom he displayed，Are they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Solomon? o k a 所以至于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哈、啊，没有在这个地方。 特别的强调没有在这里特别的展现出来，他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啊，难道他们没有写在，不是已经都写在什么什么上面了吗？啊，他们喜欢用，呃、啊，我们讲过希伯来语，他们喜欢用否定的疑问句啊，其实是展示肯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所有所罗门王朝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写在他的 annals of Solomon annals annals 是指一个纪实。 计时纪,纪要啊，在什么事情的纪要上面啊，计时这在他的所以所罗门王自己本身的计时的这个事件上面都已经记载下来了。另外有史书记载啊，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所以他就不在这里特别讲了。所以所罗门王本身，他这个王朝，他确实是他做了很多事情，他也展现了很大的智慧。但这些呢，就在其他的史书上面。 正史上面都有记载了，圣经上面这里就不记载了。所以 Annals of Solomon 指的是所罗门王他的这个这个王朝他自己的纪实啊，纪实上面。OK，四十二节，Solomon reigned，他统治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在耶路撒冷 in Jerusalem，他在耶路撒冷上，他在那里统治 over all Israel，他统治所有，所以他的首都他基本上是从。 以色列出从这个耶路撒冷出发来统治整个的以色列哈、啊，统治多久呢？Forty years 哈、啊，四十年，一共就是统治四十年。四十三节，Then he rested with his fathers 啊，所以统治完了以后就休息了啊。一个人离开人世，我们叫 rested，他就休息了，跟他的列祖列宗，his fathers，fathers 指他的先祖先辈，跟他们一起休息了。 And was buried in the city of David. 它就埋在大魏城, okay? uh, the city of David, his father. 啊,这个大魏城, and Rehoboam, his son, succeeded him as King Rehoboam. Rihobon his son. Succeeded, 好，我们这一章就十一章就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十二章哈，Chapter Twelve 啊，我们都会讲 Chapter Chapter 是它的第几章哈，Chapter Twelve。OK，好 r e h o b o r n OK went to Shechem 啊，这个他的儿子呢就去了世界哈，Shechem。啊、She chem, for all the Israelites had gone there to making king，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啊，就好像说你这个。 有一个呃被，比如说中国的皇帝，历代他们一定到天坛那个地方去祭拜哈，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特殊意义的。他们如果要加官加冕，要做王，都要到 s h i k e n 这个地方，到事件这个地方。所以呢，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以色列在那个地方立他为王，make him king 哈，去那里的目的是让他做王。好，When Jeroboam son of Nebat 呃 heard this。 所以，当 Jeroboam 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是一个，他基本上是所罗门王的外患，对吧？哈，而且神已经讲到要给他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要归在他的门下。所以呢，这个 Jeroboam 这个呃 n e b a d e r 的这个儿子，他听说这件事情了哦，听说大家都要去试界了。OK，在这个时候，He was still in Egypt where he had fled from. King Solomon，其实那个时候他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人仍然在埃及啊。当时因为他是从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手下逃去那个埃及的，哈、啊，逃去那里去躲避的。He returned from Egypt，他就从听见这件事情，他就从埃及回来了，回来了。Return e d from Egypt。So they sent for Jeroboam，OK、okay?。所以呢，既然他已经回到以色列了。 所以呢，就有一次，他们这些人就去请啊，去请这个 Sherabon 请他，e r b o n 请他来啊，请他来。And he and the whole assembly of Israel went to Rehobon and said to him，他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的公审会哈、啊，所有的会众，assembly of Israel 指的是所有以色列的会众，他们一起去这个啊 Rehobon 去去见他，然后呢就跟他说了，说到这样的话。 他说，Your father put a heavy j o k e a heavy yoke on me on us。OK，yoke 是指那个牛哈，牛这个拉车啊，工作的时候，两头牛为了要让他们齐步走，所以他们脖子、脚。 呃，脖子的骨头上面架子上面就架了一个轭，木头的轭，这样子他们的这个肩胛骨就顶着这个轭往前走，这两头牛就能够起步走了哈。所以一般一个轭就是两头牛。他说：“你的父亲呢、啊，放了一个非常重的轭在我们身上啊，意思就是叫我们负重轭。But now lighten the harsh labor and t heavy h e yoke. OK, he put on us 啊。那现在呢？” 他就跟这个这个要新的王哈，所罗门王的儿子就跟他讲：“你现在啊，lighten the harsh labor 啊，你把这个这么重的这种劳苦工劳苦的这种工作哈，labor labor 是指体力活，这些 harsh labor 哈、啊，这些很重的这些很苦的体力活，你把它减轻吧 l i g h t e n And heavy yoke he put on us，还有他附在放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很重的恶，你也给我们啊弄轻松一点吧，弄松一点吧。And we will serve you，那我们就可以侍奉你，我们侍奉你，因为这是新的王嘛，新的朝代了啊。我们这样子好好的对你。Rehoboam answered，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就这样说了。他怎么说的？他没有回答他们，也不答应他们。他说：“Go away for three days，你们先离开。” 离开三天的时间，three days，and then come back to me。然后你们三天以后再来见我。So the people went away。啊，这些都是底下老百姓哈、啊、臣子的这个心声哈，然后来跟他建议。他说：“哎，你们先走开，三天，三天以后再回来。”好。Then King Rehoboam consulted the elders。所以这三天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情呢？Consulted，他就啊去请教了。 这些 elders 是他们以色列人中的长老，哈、啊，这些有学问的、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比较了解，所以他就特别咨询他们啊，跟他们请教了，请教这些长老。Who had served his father Solomon during his lifetime？这些长老都是在这些前辈啊，哈、啊，都是在所罗门王的时代的时候呢，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呢，他们是啊，服侍。 他们是服服侍这个所罗门王的哈，都是当朝的臣子哈。How would you advise me to answer these people？他就跟这些啊长老们问：你们怎么建议我？advise 你们怎么样？也给我好的建议，让我去回复这些人呢、啊？啊，这些人叫我说要减轻这些劳苦的体力活的工作啊，要放轻他们身上的放松他们身上的恶啊啊，不要这么重的恶啊！你们怎么说呢？ They replied.他们就这样说。他说呢，If today you will be a servant to these people，假如你今天做这些老百姓、这些老百姓、这些人民的仆人的话，你去服侍他们的话，and serve them and give them a favorable answer。假如favorable指的是他们啊。 他们喜欢听的，他们乐意听的这种回答，你给他一些好的话，他们喜欢听的这种回答，给到他们这种回答，然后等你就是做他们的仆人了。They will always be your servants, OK？如果你们呃给用好的话回答他们，然后你王你好好的服侍他们啊，来服侍他们啊，那么 They will always be your servants，他们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啊，就是啊。呃 顺着这个老百姓，顺应民情啊 b u t Rehoboam rejected the advice。但是这个新王哈，所罗门王的儿子呢，rejected，他就拒绝了这个建议，这个主意哈、啊，这些长老们所建议的，他拒绝了，rejected the advice the elders gave him。啊，长老给他的建议他拒绝了。a n d consulted the young men who had grown up with him。 他呢又去咨询了啊，去请教了一些呢，是跟他年轻人，跟他一样同辈一起长大，跟他差不多年龄同一辈的这些年轻人。OK，and、okay, were serving him，这些人也是服侍他的啊，也是服侍他的这些少年人、年轻人。所以老人的话他不听，他就去请教了年轻人。He asked them，他就问他们说，What is your advice？ 啊，uh, 你们是有什么建议吗？好、uh,，有什么主意吗？How should we answer these people who said to me？所、so, 以我们应该怎么回复这些老百姓问我的？他们要求我减轻这些体力活儿，减轻这些啊、uh, 重恶啊。Uh, 那你们怎么说呢？Lighten the yoke your father put on us。你看，他们说了这句话，他们说减轻你父亲所罗门王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重恶 OK。 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啊? The young man who had grown up with him replied, 他们是这样回复的, Tell these people 跟这些人说, who have said to you, okay? Your father put a heavy yoke on us, but make your yoke lighter. Tell them, My little finger is thicker than my father's waist.

我的小拇指，这个小拇指头啊，小拇指到底有多粗呢？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OK，这什么话呢？什么意思呢？好、uh,，My father laid on you a heavy yoke. I will make it even heavier. 啊、uh,，所以这个这个意思，小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意思就是说我要比我爸爸更厉害。

啊，鞭打、责打哈，他用那个 whip whip 是那个鞭子哈。我父亲用这个鞭子来鞭打你们。I will scorch you with scorpions，我会用蝎子那个 scorpion 是那种动物啊，沙漠里常常有这种毒蝎子，我会用蝎子的这个鞭来鞭打你们。哇，更可怕！我会比我父亲更厉害，更厉害。所以这个啊，很可怕。他讲的这些话啊，就是说。 我会更厉害，比我父亲更厉害。OK，所以，所以这这个啊、uh,，scourge 实际上就是、就是、就是说颠打他们，造成一种一种灾难一样，叫 scourge。OK，好，three days later，Jaboon and all the people returned to Rehoboth。所以这个 Jaboon 三天以后他就回来了，回来找这个新怒王哈，来看看王的答案是怎么样。As the king had said，OK，、okay, 因为。 当时王曾经说过嘛，"Come back to me in three days"，跟他们说三天之内来见我，是吧？好，The king answered the people harshly. Harsh 是非常严厉啊，非常严厉的。这个王并不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王哈，他就非常苛刻。Harsh 指的非常苛刻、非常严厉的来回答这些老百姓。嗯，我的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更粗，我要更厉害。 他做了什么事情？Rejecting the advice given him by the elders，他把这些啊长老们给他的建议 rejecting，他拒绝了啊，拒绝他们的建议。He followed the advice of the young m a n and said，他是呢准备遵循这些年轻人、年轻的世代啊，年轻人给他的建议。然后他这样说：My father m a k e your yoke heavy，我的父亲啊让你们负重轭。 I will make it even heavier. OK, even 在这里是一个加重语气，就甚至更重。OK，甚至怎么样怎么样？我甚至我会让你们的这个恶，这个甚至更重啊，负更重的恶。My father s c o r e s you with whips. 我的父亲用鞭子来这个来虐待你们，来来让你们苦难哈，来来让你们受苦。 I will scourge you with scorpions，我会用蝎子来让你们更加的受苦。OK，所以比他父亲更厉害。十五节，So the king did not listen to the people，所以这个新王啊，所罗门王的儿子，他没有听老百姓的意见。The people 指的是这些老百姓，不听他们的意见。For this turn of events was from the Lord。OK，其实呢，这个。 这个改变,这种改变, was from the Lord,其实是出于耶和华的。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To fulfill, 为了要验证,应验, fulfill, The word of the Lord had spoken to Jeroboam, son of Nebuchadnezzar, okay, through Ahijah the uh, Shaloni. Uh, 我们不要忘记，先前的时候，神耶和华神有派了一个啊，这个这个先知叫 Ahijah，Ahijah、ah、他是哪里人？他是 Shiloh i 他是示罗的人啊，Shiloh i 他是示罗的人。他特别派这位先知在野外的时候，跟这个 j e r o b o 预言哈、啊，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哈、啊。因为这整件事情，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应验当时他派。 透过这个 Ahijah 这个呃先知所说的话，要让这件事情来成真，来应验好，十六节：When all Israel saw that the king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m，当所有的以色列人啊、呃、看到这种情况，这个王啊，所罗门王的儿子，这个新王拒绝去听他们的话啊，不服不听从民意。They answered the king，他们就这样回复了这个新王。 What share do we have in David? OK，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跟大胃王还有什么份呢？就是说，我们跟大胃王还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你根本不体恤、不连续这个老百姓过得这么辛苦哈、啊。那我跟你就没关系吧？啊 w h a t part in Jesse's son? OK，David、okay, 跟 Jesse's son 其实是指的同一个人哈。啊” 杰西的儿子啊，就是大卫王。那跟杰西的儿子还有什么关系呢？哦、oh,，我们那我们就自立门户吧，我们就不要再听这个王的哦。OK，to、okay. your t e n s O Israel。OK，这个时候呢，OK，他就讲了，他说：“好，大家都回自己的帐篷里面去吧，啊，回自己的家里面去。”O Israel，哎呀，以色列人呐、啊、，look after your own house。O David，哎呀，大家就。 Look after自己照顾好自己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至少门前雪一样, okay? Look after your own house 把你自己的房子过好吧所以大家就不管了这个新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了 oh, so the Israelites went home 这些以色列人就回自己的家里面去了都回去了。But as for the Israelites who were living in the town of Judah, Rehoboam still ruled over them，但是呢，至于所以这些人好像就不想理这个 Rehoboam 这个新王是吧？哈、啊，但是呢，至于那些住在犹大这个地方的犹大城里面，这里有犹大这个省份里有好多个城是吧？哈、啊，所以犹大城里面的这些呃这些好几个城的这些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个新王还是可以统治他们的，还是有权柄的。好。 King Rehoboam sent out a d o n i r a n a d o n i r a n 啊，他就派出去了一个人，派一个人叫 a d o n i r a n OK，把他派出去，把他派出去之后呢，然后 who was in charge of forced labor？这个人呢是专门管这些劳工的哈、啊，就是凡是有做苦工啊、做劳力的这些人，他是专门管这个，就是好像所有做苦苦工的工头一样，他是劳力活的工头 in charge，他是负责的。 But all Israel stoned him to death 啊！但这个公头啊，被他们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现在已经引起民怨了哈，把他给打死了。King Rehobon 这个新的王啊，however 然而就怎么样，managed to get into his chariot and escape to Jerusalem。所以啊，因为他们把公头给打死了，这个这个新王哇，就害怕了，不该不知道该怎么办。 However，然而呢，这新王就逃了。他怎么逃呢？Manage to manage to 就是指他想办法，他想尽办法，他居然就可以进入他的战车里面啊！那个时候四个轮子的，呃，应该是两个轮子的，两个轮子的，两个轮子，然后用马拉的，这个肯定比人跑得快，是吧？哈，他就跑进他的战车里面，escape to Jerusalem，他就逃回以四，这个耶路撒冷去了，逃回去了。好。 So Israel has been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house of David to this day. 所以以色列呢就开始 in rebellion，他们就叛变了、背叛了、背叛了什么人呢？House of David，背叛大卫王这一家。他们大卫王的后代子孙呢？这一家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作者写这个列王记的这一天、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都是背叛。 他们不愿意再跟从这个大卫王，不听他们的话了。OK，好，不追不让他们，就是不去服侍这个啊、呃、新的王了。二十节，When all the Israelites heard that Jeroboam had returned，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说，哎，这个 Jeroboam 这个人他已经回到以色列人了，以色列地方来了。They sent and called him to the assembly，所以啊，就举行一个公审大会。这个是像。 国民大会一样啊，就召开了这个 assembly 啊，把所有人都召集来。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议。然后呢，他们就去派人去找他来，到这个公审会上，and made king over all Israel，就让他做王，做全以色列的王啊。Only the tribe of Judah r e m a i n loyal to the house of David。这个时候，只有 犹大的支派 （tribe of Judah） 指的是犹大的支派，还是仍然 remain loyal？他们还是保持着非常的忠心，对于这个大卫这一家族、啊，哈，大卫这一家，大卫王这一家族，还是对他们很忠心的。其他都叛变了啊，其他都是啊、呃，接受这个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个新王啊，Jeroboam。Jer 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When Rehoboam arrived in Jerusalem，这个原来这个扫罗王的后代哈、啊，他的儿子呢，这个新王逃回这个耶路耶路撒冷去的时候，He mustered，mustered must、er、是召集。这个 m u s t e r 的用法我们上以前讲过，通常都是指正式军队的这种召集召集令啊。The whole house of Judah，他把这个整个犹大省份的。 全部通通召集起来，and the tribe of Benjamin，他把这个啊变压敏之派也召集了，a hundred and eighty thousand fighting men，哇，一共有 hundred and eighty 千一百八十个千，那就是相对来讲是十八万啊，一百八十个千，那是啊十八万，十八万的这些啊士兵们，to make war against the house of Israel，他们准备要跟这个以色列那边的家族，就是。 刚刚我们讲 Jeroboam 那边的人要跟他们打仗了，to regain 他想要把那些失去的土地那个王国再把它拿回来，regain 是重新再拿回来的意思。The kingdom for Rehoboam son of a Solomon 啊，为了这个啊，这个是呃所罗门王的儿子、嗯、他想要把这个给拿回来。好，我们今天讲到二十一节哈，十二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停在这个地方。 下次就从二十二节开始讲起，然后啊，我们把屏幕啊让出来给屏幕的童工。